握手传承，金人保集团旗下电源供应器子公司康舒科技11号举办股东会，焦点全放在许胜雄即将卸任，由独子许介立接班董事长。那也期待呢，新团队出现了以后，组成了以后，各位能够去给他们支持协助跟鞭策。希望大家支持新团队，其实早在今年四月就有端倪，董监事名单没有许胜雄，董事长之位独子许介立呼声最高，如今正式完成交接。所以今天的话就是不晓得高兴还是有一点这个不舍哈。我觉得康舒跟我二十几年的，那高兴只是终于我也找到适当的人哈。爸爸尤其是接力这边哈，面试上我对他有很高的期待。离开待了25年的康舒，许胜雄语气中有些哽咽，但也高兴儿子承担重任。而许介立更是从基层做起，去过泰国的金宝，后来回到人保当采购跟业务。2017年进到康舒科技学习管理，接棒后对未来也充满愿景。车电它相对来说它的里面给的周期是比较长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比较确认的订单，所以有机会看过2年之后有没有机会在背景上面再翻一倍。除了旧有的供应器跟上趋势发展绿能，最重要的还有车电事业做出详细的规划。而随着许介立接班康舒，从子公司做起，未来也将可能承担金人保集团的庞大事业。三选许志雄方向看不到。